先生，因到咧卖水果啦哈，啊，大家拢叫伊水果王子，水果王子有请。大家晚上好。好，嘉义温不温暖呐、啊？哦，真的好温暖，第一次看到在户外这样表演那么多人。是哦，会冷吗？不会啊，不会哈、哦，对啊。你请，你干嘛想我？他就想讲哦，爱请他端庄一寡。对啊，这边真的好热情哦。哦，是哈、哦啊。那我们赶快来听你的歌声。好，我们掌声欢迎台中来的水果王子，谢谢。谢谢。再来第一首歌，王世贤的《欢归》。拉得很中气有较足对，没错。
因为我有在运动。本来评审不想跟你打太高分，听到你的回应就全部给你第一名。不能理想，不能被我打。对，一首歌呢，打给田亮不告诉你，因为你是从台中来的。对。我们再给安口一首好不好？第二首歌曲《哑巴》送给我们，谢谢林哲怡，谢谢。再次在这边感谢我们现场来宾的爱心，谢谢大家的共襄盛举，今天的公益爱心晚会，谢谢大家的捐款，你们的发票，你们的爱心捐款都是太棒太棒了，谢谢。你问我最近怎？呀，厝内的时势渐大，你甲打拼，你问我感情安怎？笑笑转头，呀爸。浓自信，将来可化，做一个伴。人生一路的不想苦，莫家己担，也无好也歹，怪天公啊。下次还有机会，我还可以再过来，因为我本身工作比较忙一点点。对啊，对啊，也很开心今天向大哥邀请小弟来这边，代表我们嘉义的人，對對對，跟您说你的歌声很棒，谢谢，希望你能够常常来跟我们献唱，谢谢大家，谢谢林哲怡，谢谢我们的水果王子。接下来轮到我们的小可爱来，小可爱。